陳偉業議員，主席簡單回應黃定光啫。即係如果講事實咧，我勸你查翻當年民建聯好多選舉承諾。你哋當年嘅選舉承諾最早期咧就支持07、08雙普選，最後就係出賣你哋自己嘅良知。其後你哋支持2012雙普選，民建聯出賣市民係鐵一般嘅事實。我想提醒議員啊，而家係講納入。我是開頭是容忍你們有一兩句是批評或者回應對方其他議員說的話，但我不會這麼寬鬆和容忍的。